大家好，我是王狗，今天要挑战的都市传说叫做死因阴里。我今天呢找了一位朋友，请他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阿景。为什么我今天会找他来呢？这个都市传说必须要在树林里面进行，一个人来树林里面也会有点危险嘛。刚好又有人可以照应，我们两个就一起来进行这个都市传说。这个都市传说的玩法，你要在树林里面连续开死因阴里，每开一阴里，你就要做一件事情，或者是会发生一件事情。还要不要再丢糖果？今天去哥伦比亚玩的时候可以丢掉。OK。但是呢，有鉴于石英伊里真的是太长了，已经十几公里了，我把它缩短成每开100公尺做一次那个时间。那以后你们如果有推荐我们什么石英伊里，真的都是山路可以让我们开的地方，跟我讲，那我们再来挑战看看。你今天紧张吗？说实在还蛮紧张，因为其实这里很黑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不多说，我们就出发吧。然后我们先开第一个100公尺。他说这个开车的途中时速不能超过30公里，不能打开窗户。不能打开窗户。OK。等一下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都不要有反应。好，对。那我大概一个情况。第一个100公尺，那我们要做就是天气开始变冷，我们要打开加热器。我们开到28好了。加热，好，那我们开始开第二个。我之前都会上坡去跟大师兄聊天。大师兄是谁？对啊，大师兄，师傅。第二个100公尺，他说如果我们刚刚没有打开加热器的话，我们会后悔。对，是叫我们现在及时打开。OK。对，因为我们已经开了。那再开始热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开第三个。越来越黑了。Yeah. 真的越来越黑了。好了，第三个。我们现在第三个100公尺就是忽略树林中的阴影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要看树林中的阴影。不管它有多么。对，不管那个阴影长得多么像人。OK。那我们可以继续走。你不觉得很热吗？嗯，因为我们开加热器。说真的，如果我没喝酒，我也是说。好，下一个，第四个100公里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忽略所听到的声音， okay. 不管那个声音多么像人。好。好，第五个100公里，第五个100公里就是如果有或者是有树、有月亮。嗯，都是通通都忽略了，不要看了，对。树也不要看了，树忽月亮都不要。好，第六个100公尺。第二个100公尺，大灯闪烁或者收音机自己打开的话，我们也都不要管，也不要碰，不要去改变它。OK。第七个100公尺要做的是什么？如果后座传出声音的话，不要理他。OK。你现在紧张吗？哎，毛毛的。我也是。感觉乱掉，感觉很奇怪。因为我看得特别清楚。不近。第八个100公尺就是，我们在路上不管看到谁。看到什么都不要停下来，就是开。啊，100公尺，900公尺，车辆等一下如果熄火，闭着眼睛。对，如果熄火的话就闭着眼睛。发动。对，发动车辆。如果熄火，我们就马上闭眼睛，然后我来发动车辆。OK。不管什么动静都不要展开。好。哇。这里没玩过。这里没玩过。奇怪的循环，未连接网。唉，那这里要怎么负责？反正我不知道前面是哪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来过这里。是。第四个，不要看后照镜，不要看后照镜，我把后照镜收起来。
现在就第十一个了嘛。对。第十一个，车子可能会失去动力。失去动力的话，不要理他。对，不要理他，我们就继续前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最后第十一个。最后一个就是，如果前方出现红色的灯，不要看，不要听，不管出现什么，不管它有多热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这边等了，等待五分钟，等它结束你就可以尿了。结束，我要在这里尿，不要吧，下去吧。我说结束你就可以出去尿了。我就在讲，这里气氛不太适合，或许改天见。对，我朋友他刚尿尿完，他说他是膀胱爆痛，痛到爆。哎，你现在还好吗？超痛！你这样我很紧张。你快点！因为我们这里很难到处去看。没差，你看到前面应该有路吧？你看我都已经流眼泪，超级。应该流眼泪，我看。哎，你还好吧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呢、啊？你是正常，只是膀胱痛。不是膀胱，是肾痛。好吧，那我赶快下，我赶快离到有人的地方。他们在搞我，超痛的。我第一次这样哎。我想真的，刚刚情况真的蛮紧急的，因为我们倒车倒不出去。你们可能会想到这么紧急，为什么还录影？因为这就是要捕捉的东西。那个尿尿是谁都憋不住的事情。大家好，就是我们后续改的时间了。最后一趴，其实录完七的时候，其实就很想尿尿。后来路越来越小，也不太敢下去尿，真的没办法了。啊、下去尿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这种感觉。以往憋尿的时候，可能 maybe 是肚子前面在痛，刚刚是这边在痛，刺痛到里面是没办法忍受的那种痛，可能有点刷尿。其实你刚才真的没有在录影，我也不用讲。对啊，我刚刚那个时候是，那我这尿到一半的时候有听到声音，越来越近的声音，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声音还是人的声音？人的声音是两个人的声音。我有往后看一下，但是我没有看到人，不管是人还是其他东西，你只是想要赶快尿完嘛？其实也是蛮奇怪。那可以拍一下你的裤子吗？这个在影片中看得到，可以定格啊，定格看一下，抓图一下。对啊，他刚刚一上车的时候，直接就倒在那，他也没有说他很痛。对，然后我问他怎么了，我那个时候也蛮紧张，就急着要找地方回转，或者一直往前开。后来他跟我说他尿尿爆痛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拿起相机，状况就是这样。我刚刚在上面，我的感觉是声音跟影像跟树看到什么东西，那个是还好，那只有旁边有一个亮光，啊，我只有被那个亮光吓到一下，大概就这样子了。但是讲真，一路心理压力真的很大。是蛮大的，对，是真的，那玩真的真的是，因为你前面路宽宽的，到最后窄窄，蛮恐怖。也或许我们这次玩的是100公尺吧，也没有玩到十英里、十英里这样子，也或许是这个原因，所以没有真的发生这件事情。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吧。如果喜欢 YouTube 频道的话呢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一下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王Go，拜拜。